主料，羊肉800克，大白菜6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糖、料酒、老抽、辣椒、青蒜、八角、桂皮、姜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连皮带骨羊肉洗净，放开水焯5分钟，捞出，漂净，白菜洗净，切大块，备用。锅里油热，放下大白菜煸炒至发黏备用。锅里油热，下羊肉煸炒至水收干，放料酒去腥，放一大碗水，放下姜、桂皮、八角、辣椒、糖、老抽，大火煮开，小火50分钟，加盐，大火收干，把大白菜放入羊肉，大火煮至大白菜熟，加盐、鸡精、青蒜等调料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患有急性炎症、外感发热、热病初愈、皮肤疮疡、接种等症，都应忌食羊肉。若为平素体状、口渴喜饮、大便秘结者，也应少食羊肉，以免助热伤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